子的出生，甚至有一些人呢，公司开了公司，为公司取名字的时候，你会看他们也花尽了脑筋了、心思了，然后甚至呢，也花了一笔钱，也花了一笔钱来补救，然后来看能不能让这个公司呢，能够有很好的业绩，然后我这个名字呢，取得很好，然后我们能够带来福分，我们能够带来福分，所以我们也看到，姓名这个部分呢，慢慢就变成一门学问了，在华人的社会来看，它慢慢就变成一门学问，所以我们看到过去我们熟悉的这种取姓名的这种模式。过去老一辈的人他们取名字的时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不论是男生女生，当你要取名字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可以取的，要怎么取？要去找算命师的，对吗？老一辈人都知道，对不对？年轻的一辈子啊，我爸妈喜欢 就叫这个名字，但是老一辈的人呢，你会看到你取名字还是要请算命先的，算命先的，给你算看看，那怎么算呢？就要从你的八字啦，然后就是四柱啦，这些出生年月日啦，还有时辰来算，然后跟金木水火土五行呢，然后相扣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就算出你的名字呢到底好不好，到底好不好，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取名字的时候是靠着算命先，然后帮你取了一个名字，大家为什么要去找他呢？就期待这个名字呢能够带来福分，带来福气，所以你会看到有些的名字呢就称为招娣啊，他也听得懂吗？招娣啦，甚至呢叫做多福啦，或是有财啦，就像我这样一样，临金发这样子，然后临金财就想发财这样，就是为了福分。但是有些人呢取的名字啊，他不是只是为了福分而已啊，有些人取的名字啊是为了避凶化吉啊，所以取了一个很难听的名字，老一辈的人常常会用这个名字，叫做翁奇啊、往事啊，有听过吗？因为取了这个名字能够驱凶化吉，所以叫翁奇啊、翁优啦，就好像多的，因为家里好像那个时候人口众多，所以又生下这个，不得已，所以呢家里又遇到一些事情，所以他的名字呢就有代表了驱凶避吉啊，这样的一个状况，或是呢然后跟五行相克的时候，五行呢扣在一起的时候，有些人名字呢取得你就蛮有趣的，叫做火师啦、火旺啦，甚至呢甚至我们说生木啦，因为命中带什么少，命中呢少了木，金木水火土啊，所以就生木啦，生灵呢有三个零，对不对？然后又加上一个木，四个零，所以他们家呢，就非常的旺啊。然后甚至呢，有人取水扁，对不对？有人取水扁，就被水淹了，所以只好进去里面这样。水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取名字就代表意义。名字这个名字可能背后都有它的意义存在啊。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来台湾的。这种我们说的取姓名学哈，大部分呢，跟日本那边学的，日本呢熊，据我调查呢，他们是叫做熊骑士姓名学为主流，不像我们过去是用算命先的，现在取名字又不大一样，反而是比较多一点。是在日本这一块上面有一些学习，然后姓名呢是用笔画来算的。以前是算五行，那现在呢是算笔画啊，所以当你去找一些人来取名字的时候，他会算你的笔画，然后来取他的名字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笔画呢，取名字以后呢，然后再配上了一些五行，然后再用命理来推论啊，命理来推论，然后加上性格的倾向。那我不是说的是第一次，是第二次的啊，就是让你要改名字的时候。所以他是用这一套方式呢帮你算出来算出来你到底要改什么名字这是比较是日本式的这种现代的姓名学的一种进行的方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以目前的这种姓名学，但是都只是人呢用非常微薄的知识想要知道灵界的那种奥秘的一种情况，当然是不得其门而入了。但是他们认为呢，姓名是极为重要，
姓名重不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呢，不然没有喊出你姓名，怎么知道你是谁呢？某某，了老半天，那也不知道讲谁，对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姓有名，所以这重不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所以我们会看到姓名对我们每一个人来看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要说，姓名啊，也是一种愿望啊，也是一种愿望，也是一种宣告。也是什么现状的描述哦，也是一种现况描述。所以人呢也非常容易啊，在这种宣告中呢受到无形的影响。有时候我们常说人如其名，对吗？有的人呢，你长得非常的魁梧，所以你一听他的名字你就知道他真的跟他一模一样，叫做武勇啊。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这样的姓名的人哦，长得非常的高大，对不对？然后他的名字叫做林武雄，哇，你一看哇就知道这一个人的名字，对不对？有时候就会这样子啊，所以你会看到这样人如其名的状况，甚至呢女生就而且美丽啊，所以你会看到啊，她觉得越来越什么美丽。那有些人呢哇取了名字叫黛玉，那你就知道《红楼梦》里面那个黛玉弱不禁风的哦，那个样子，所以就体弱多病。所以你会看到那一种的状况，就好像人如其名这种情形哦，都是如此。但不单单是华人的社会看重名字，我要告诉你们，包括犹太人呢也是如此。犹太人呢也非常看重姓名，犹太人也非常看重姓名，每一个姓名都代表它的意义存在。譬如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六章，好，创世纪第十六章十一节，第十六章的十一节，好，请来，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所以你会看到以实玛利在犹太人来讲他们的名字叫什么，意义是什么？耶和华什么听见了，耶和华听见了以实玛利的以实玛利的事情，所以耶和华知道夏甲所遇到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你会看到以实玛利他的名字就是神什么听见了他的苦情。那我们再来看以扫跟雅各呢，你再来看25章25到26节，好，创世纪25章25到26节，来，请。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取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取名叫雅各。好，所以你会看到以扫他的名字是什么？他的名字就是身上有毛。那雅各呢？圣经里面记载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抓住的意思紧紧的抓住所以你看每个名字都代表他的意义存在。那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以撒的其中有一个儿子叫做约瑟，你看约瑟，约瑟他的名字是什么呢？我们来看30章，创世纪30章23到24节，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取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所以你会看到每个名字都代表什么一个意义存在。约瑟的意义是增添的意思，所以我们会看到华人的社会好像每个名字都代表一个意义存在，取个名字。
但是你会看到犹太人更是如此啊。所以犹太人你会看到他名字都代表一个意义，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上帝呢怎么样来伸手帮助他们，或是说我们的神呢怎么样来应允他们所呼求的，然后他们用这个名字呢来表达，他们用这个名字来表达。所以名字重不重要？名字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你会看到有犹太人有些名字啊，是神亲自为他们所取的，所以我们看到神他看重人的姓名，甚至呢为人的姓名作为一个宣告啊，作为一个宣告。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啊，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一到六节，还有十五到十九节。创世纪第十七章一到六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好，我们再来看第十五节到十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嬉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好，所以你会看到这两段经文的出处呢，你会看到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上帝亲自为他们什么改名字，对吗？上帝亲自为他们改名字。所以你们看到上帝非常看重人的姓名。所以我们知道亚伯兰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啊，它的意思就是崇高的父，他是地位是非常高的，是崇高的父。但是神呢帮他改了一个名字，告诉他说：你从此以后要叫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翻出来，在希伯来文里面翻出来意思呢，就是你要成为多国的父。所以你会看到上帝呢跟亚伯兰立约，然后叫他改个名字，我要祝福你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然后成为你的后裔要这么的多，所以把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你要成为多国的父。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当时上帝要改他名字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上帝呢曾经跟亚伯兰呢立约。上帝第一次跟亚伯兰立约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他七十五岁的时候，神就跟他立约了，要使他成为什么大国。那个时候呢，亚伯兰还没有什么改名字，所以上帝第一次跟亚伯兰呢立约是在他年七十五岁的时候，上帝跟他要立约，立的约是让他的后裔呢如同地上的尘土，这么的多，尘沙那么多。假如你从创世纪里面，你再往前看十二章，你就会看到，或是十三章里面都有记载，上帝跟亚伯兰呢有立了这样的一个约。但是我们看到亚伯兰呢，一直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七十五岁一直到九十九岁，九十九岁，神所应许的后裔啊还没有出来，对吗？那个时候只有以实玛利，但以实玛利呢并不是他的什么后裔，因为以前都是大房嘛，真正的我们看到几房几房，那大房才是
真正的后裔，对吗？其他二房三房啊，都不是那一个人的后裔啊、嗯。所以上帝要从他的大房里面要生一个什么后裔出来啊、嗯。所以你会看到那时候的大房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个蹦，对啊，一个蹦子都没有，那都不能够怀孕，都不能够生子。而且那个时候，撒拉已经很老了，对吗？啊、嗯，撒拉已经很老，也90岁了。但是亚伯拉罕呢？那个亚伯兰呢？那个时候是99岁。所以你会看到，当他从75岁，然后到99岁，这20多年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完全没有一个后裔出现，完全没有后裔出现。但是我们也看到，上帝第一次跟他立约，然后到第二次再跟他立的约的时候，经过了20多年。经过了20多年的时候，上帝再一次跟他显现。上一次再跟他显现的时候，宣告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宣告说你他是自己是一个全能的神，然后要告诉他说，我要再一次跟你立约，然后让你的后裔呢极其繁多。然后亚伯兰呢，他采取的动作是什么？他就俯伏在神的面前，然后神呢就更进一步的跟他说，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呢，你的名字呢不叫亚伯兰了，从此以后你的名字呢要取作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了，然后让你的后裔呢极其繁多。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有没有亲自为亚伯兰改名字？亚伯兰这个名字是他爸爸取的，对吗？啊，但是你会看到上帝有没有很看重他的名字？上帝有没有亲自介入在他的名字里面？上帝亲自为他取了一个名字，取这个名字的意义是什么？他要成为多国的父，然后他的后裔呢？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你看上帝有没有介入在人的名字里面？啊，上帝也会亲自介入在你的名字里面。上帝也会在你名字里面，所以你会看，甚至他的妻子也是。刚才我们读的他的妻子那一段，啊，假如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关于他妻子撒来那一段，啊，上帝也亲自对他说：“你的妻子撒来呢，也不要再叫撒来了，他的名字要改成一个名字，叫做撒拉，对吗？要改成撒拉哦，然后我也要赐福给他。”然后呢，使你呢可以从他能够得到一个儿子，然后我要赐福给他，然后他要成为多国之母啊、然后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所以你会看到，这一直延续到谁的身上？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对吗？啊，一直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你会看到，啊，圣经里面所记载。撒来的意思是什么？撒来的意思，以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我的皇后啊，我的皇后。那撒拉的意思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叫做多国之母啊。因为亚伯拉罕他是多国之父，撒拉的名字呢叫做多国之母啊。撒来呢，以前只是我的皇后而已，只是我的老婆，嗯。但是上帝改了一个名字之后，你会看到，哎，他跟亚伯拉罕一起承接了啊，一起承接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呢，听到上帝对他这样的宣告的时候呢，然后他怎么回答？刚才我们在读的经文里面，哎，他喜笑，对吗？说我100岁的人了，我还能够得孩子吗？然后我的老婆已经90岁了。哇，这已经超过我们人类 的理性思考的逻辑嘛，啊，这种概念啊，90岁已经，女生就知道，大部分60、70岁就停经之后就不能生育了，但是90岁的人，我想以我们现在的这种妇幼那种观念的话，我们知道已经停经，已经没办法什么生产的啊，没办法生育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哎，亚伯拉罕有没有怀疑？我自己都已经90多岁了，然后我的老婆90岁了，还能够生吗？所以，但是呢，他们就在那边什么笑，对吗？上帝，你跟我开一个玩笑，对吧？怎么可能呢？照我的理性判断，怎么可能
但是呢，神却说，我要让你得一个什么儿子，然后你取名叫什么以扫、啊、取名叫以扫。以扫这个字呢，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嬉笑，因为亚伯拉罕在那边什么嬉笑上帝的宣告、啊、嬉笑上帝的宣告。但是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在他什么没有难成的事情，对吗？上帝亲自宣告说，一个99岁的男人，一个90岁的女人，将来你们要生一个孩子，这件事情有没有成就了？这件事情真的就什么成就了。果然第二年之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隔年之后呢，真的就生了什么以撒出来了。所以你会看到神有没有看重名字，神非常非常看重名字，因为神要把那个祝福要给人，神也宣告他自己要成就美好的事情来。那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神给你一个名字，你想上帝会给你取什么名字？你可以跟你旁边的人讲，想一下，假如我们的政府是不可以再改一个名字嘛，对吗？一个人一辈子可以改再有一次的机会，那假如上帝也给你要给你改名字，你想上你喜爱的名字是什么？你期待上帝给你取什么名字？你想一想，又你可以跟你旁边人说一下。想好了吗？想好了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旁边的人，你想上帝会给你取什么名字？有没有比较棒的？有没有比较劲爆一点的？因为我们办公室同工有人本，我们办公室的同有好几个同工呢。其实我们刚他刚进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看资料的时候，这个名字不错嘛，很好。可是过没多久之后发 email 给我们说，奇怪，这奇怪，那个 email 是对的，但是前面中文名字怎么不对啊？我们觉得很好奇，然后他改了一个叫做廖马可。他本来叫廖世远，我叫世远嘛，眼光要远一点啊，是世远，那爸妈取得真好，但是忽然 email 里面出来说，怎么要变廖马可？那我们就很好奇问了，廖马可是哪一位新进的同工啊？后来我们查了，问了一下，问人事的说没有啦，那只是他改了名字，他叫做廖，改成廖马可，他要像马可一样那样子啊，蒙神的祝福啊，然后能够写下马可福音这样啊。感谢主啊，有这样的心智。那我不晓得你会取什么样的名字，所以每个名字都代表一个意义存在，对吗？所以假如上帝为你取一个名字，你想他会为你取什么名字呢？假如你认识神的全能，你想上帝会不会在这个名字背后要来祝福你？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而且我们看到耶稣啊，也看重人的名字，不单单是我们的神看重人的名字，包含了耶稣也看重人的名字，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记载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20-21节，好，耶稣这个名字呢，是谁帮他取的？神帮他取的，对吧？所以神帮他取的名字，而且我也要说，神帮耶稣取的名字。然后呢，耶稣呢也非常看重人的名字哦。我们来看一下，来这一段的圣经20-21节，来请。耶稣这个名字意思是什么？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什么救出来。
所以耶稣呢，我们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他是拯救者啊，他是拯救者。所以耶稣的名字呢，是神亲自为他什么取的？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儿子是由圣灵感孕，然后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然后怀孕，然后降世成为人。但是在降世在还没有降世之前呢，我们也看到天使呢，对约瑟显现，然后对他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玛利亚来。”因他告诉约瑟说：“哎，你的老婆玛利亚呢，是圣灵感孕的，然后她将来要生一个儿子，然后你取名叫做耶稣，取名叫耶稣。”所以你会看到神有没有亲自为耶稣取名字？有，对吗？那耶稣的名字就是拯救。所以上帝定义要拯救谁？定义要拯救我们这一群罪人，对吗？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神呢，他定义要拯救我们每一个罪人。所以你从耶稣基督的名字，你就知道上帝的什么心意，你就知道上帝的心意。但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基督呢，他也为人来取名字，当人名字一改的时候，他的生命也不一样了，他的生命也不同了，所以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二节，好，请我们一起来读来。于是领他去见耶稣，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你会看到耶稣有没有为他改个名字啊？你要称为基法啊，你要称为基法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描述的是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然后安德烈呢，为他的哥哥西门呢，然后引荐耶稣，然后两个人碰面，然后安德烈就在那边说了，说我遇见了弥赛亚了。然后耶稣呢，见到了西门呢，然后就对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意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彼得，就是彼得。那在希腊文里面呢，我刚才提到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新约圣经呢是希腊文。希腊文里面呢，西门的意思就是芦苇，芦苇就是随风摇摆嘛，随风摇摆。那彼得的意思呢，就是磐石，坚固在那个地方，所以天国的钥匙要交在彼得的身上，这要坚固的钥匙，天国的钥匙要交在彼得的身上，那个磐石，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要彼得呢，不要像随风飘摇的什么芦苇，要像那个磐石，坚固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彼得后来他的生命有没有很坚固，起初的时候你会看到彼得三次不认主，对吗？你会看到耶稣基督要彼得，他的生命像那个磐石一样，坚固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也为别人什么改名字，也为别人改名字。所以当人遇见了基督之后，你会看到人的生命是不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代表一个意义存在，但是名字既然是代表一个意义存在的话，但是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来了，就是宣告我们可以靠着他能够得救。那我们如何能够得救？耶稣基督如何能够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呢？上帝的心乃是什么？不愿一人存人，乃人人都得救。所以就透过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如何能够让我们能够得救呢？就是上了什么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呢，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担当世人的罪，然后接受和相信的人呢，就必什么得救。然后
他们的名字呢就被记在生命册上面，就被记在生命册上面。所以我们不是只是想思考的是我这个名字代表的一个意义，我们更多要思考的是我们未来我们这个名字能不能被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面，然后在这生命册上面是有份的呢。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启示录，启示录第20章12节跟15节，启示录第20章12跟15节，十二节，好，启示录第20章12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五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是被扔在火湖里了。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名字都代表了意义，耶稣也为我们改了名字，也许你觉得耶稣来到你的生命里面，你的名字也可能也不大一样，你取了一个别名，但是我们更为重要的是什么？更为重要的是我将来我这个名字我能够被记在生命册上面，被主永远的什么纪念，然后被主永远的纪念。因为我们人死之后都会接受一个审判，那在审判的时候，你的名字有没有被纪念在生命册上？假如我们没有的话，我们将来就进入到那个火湖里面，那火湖当中那种刑罚是火永远在烧着你，那个火是永远不灭的，是让你极其痛苦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担当人的罪，然后让人呢可以接受相信，然后每一个人就可以得救，所以我们的名字呢就被纪念在生命册上面。所以当世界结束之后，世界结束之后，每一个人都要什么复活，然后站在启示录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然后站在白色的大宝座面前呢接受审判。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录里面，我们有看到神透过老约翰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些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受什么审判，每一个人都无论大小，无论你所做的事情，然后都要接受审判，当你接受审判的时候，案卷里面所记载的一切，然后让你然后接受这样的一个结局。那若是人没有名字在这纪念册上面，他将来就进入到火湖里面，我们中国人常说的那地狱当中，那种地狱当中。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这一个人名字有没有在生命册上面。神可以为你改名字，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接受审判，我的名字已经在生命册上面了，然后案卷打开的时候，然后照着我们的行为模式接受审判的时候，那你会怎么样呢？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思考的是，我的名字有没有真实的在生命册上面，假如以姓名学用笔画，现代人说用笔画来算，然后以五行，金木水火土相克，然后来改名字，这对人呢一点都没有帮助。假如陈水扁有帮助，他不会在那里，对吗？我们需要关切的是，你是不是想过上帝要为你取一个新的名字，然后带给你极大新的祝福，然后带给你有一个新的人生。所以你应该关切的是，你的名字还有你的亲戚朋友好友有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面。因为将来到末世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审判。有人说末世呢，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我们就进入到末世了。所以有人说我们现在就在这末世里面，然后这末世呢就有许多的兆头，
所以你会看到，假如你多一点去关心社会的事情、世界的事情，你会看到真的好像就在这末世的环境当中。但也有人说了，末世是什么？世界结束了，所有东西都没有，然后耶稣基督他驾着云然后来了、然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什么？接受审判、我们就要接受审判，无论哪一种说法、无论哪一种说法，但是跟他强所强调的是，我们这个人在世上的时候，我怎么样来靠着耶稣过一个得胜的人，我怎么样靠着耶稣过一个得胜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末世离我们真的蛮近的，对吧？刚玛雅文化听说他们的文字记载末世是在2012年的12月、姑且、听一听就好、但是呢，末世的兆头有没有应验呢？你看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到处有饥荒，然后到处有灾难地震，然后你会看到、现在、天象也改变了，对吗？天象也改变了，这些都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假如你去看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所说的、末世的兆头，但是只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应验，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福音要传遍什么？天下。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思考的是，我所认识的朋友、我的亲戚、我的家人，他们有没有真实的在生命册上面有那个名字在那个地方？不然我们接受审判，他们没有接受审判，因为审判在天上，我们被提了，他在什么？地底下火湖那个地方，是跟我们相隔这么远的啊。所以各位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愿意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面吗？我相信我们都有了，对吧？还有人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面的吗？就是代表意思是说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有没有？在座的有没有？你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今天耶稣基督就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的名字呢能够被纪念在生命册上面。我知道在座的可能有些人还没有觉知认识耶稣的啊，你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吗？还是每一个人都是？所以我确信我的名字已经在生命册上面了，被主自己纪念了被主自己纪念了所以我要说，你愿意你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吗？你愿意认识耶稣，然后把你接到新天新地当中，而不是将来是在那个火湖里面？假如你愿意，我也邀请你，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门上，好不好？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要纪念是我们这个名字被神自己来纪念，在生命册上面有份，将来我们可以在天上，而不是在火湖里面，那里有新天新地。但是主在这里透过老约翰在21章里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要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要成为像那个新妇一样装饰整齐，等待新郎来迎娶。若是你想要等候这一位新郎来迎娶，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要被纪念。你愿意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愿意接受耶稣吗？假如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你的名字被纪念在生命册上面，神要与你同在，他要祝福你。
假如你愿意，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我将要为你祷告。我看到一些人把手放下来。是的，主，你一直在寻找人、呼召人。是的，让我们这名字被你自己来纪念，将来我们在生命册上有份。主啊，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主啊，我们来认识你，我们可以得到从你那来属天的福分。主啊，我们来认识你，主啊，我们可以与你更多的相亲。主啊，我们来认识你，主啊，我们的生活不在黑暗当中。主啊，我们来认识你，主啊，我们的生活是有盼望，我们的生命哦是富足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今早在这里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机会来认识你。愿你在我们每一个日子里面来掌权，带领保守我们天天经历你的同在，让我们每一天能够经历你的恩典，更要经历你的祝福。愿你的平安喜乐常与我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